吃饭前先动一动，除了专业老师教，头戴海盗帽的里长也站在前面跟着一起跳。戏子区湖光里共餐刚好碰上了10月31号万圣节，为了带动气氛，里长也和志工们一起轻巧装扮。有志工是戴着闪亮亮的面具，有志工是头戴魔法帽，站在取菜区为长辈们打菜，好有过节气氛。刚好今天刚好搭配万圣节的志工，那我们志工都很多配合，看你看每个服装跟那个造型都很突出，那真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义工。现在这个月开始都是2次的湖光里共享，所以我们很高兴说，希望都长辈都走出来，来一起分享我们的食物。今天非常开心哦，我们一起跟那个杜金泉里长来这边哦，来参与我们的长辈的一个共餐。那我们谢谢我们在场的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哦，大家一起准备。健康又美味的一个餐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长辈一起来享用。那也那个里长这边也配合我们的万圣节的这样的一个节庆哈，然后也那做特殊的一些装扮，那让长者非常开心。当天戏子区长林庆峰也来活动中心和老人家一起吃饭聊天，当然也不免俗的也要装扮一下，戴着亮眼的魔法帽。而里长则是海盗帽，打完菜之后也跟着一起坐下来吃饭。长辈说就是喜欢这种大家一起吃饭聊天，很热闹。就热闹，年纪大一点比较喜欢热闹。刚刚有一位老师教我们做运动，所以我们这里非常热络大家喜欢聚集在一起。金龙湖福德公捐加菜金，让湖光里的银发共餐从每个月一次增加为2次。而这一天透过巧思装扮，长辈们吃饭也感受万圣节的快乐气氛。谢成慧琳，戏子采访报道。